苦菊又称苦苣、苦菜、九芽生菜等，是菊科菊苣属的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，主要分布在南欧及中国南京等地，喜冷凉气候。苦菊根呈圆锥形，有多数纤维状根须，菊叶呈披针形，体状深裂。苦菊营养价值高，含有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烟酸、钙、磷、锌、铜、铁等营养成分，具有促进人体内抗体合成、增强机体免疫力、促进大脑机能的作用。苦菊中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能够维持眼睛和皮肤的健康，是经常用眼者最需要的营养元素。那么苦菊适宜和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？苦菊和海蜇皮搭配可以降血压，预防动脉硬化。苦菊和花生搭配可以清热解毒，凉血止血。苦菊和圣女果搭配可以利尿消炎，降血压。苦菊和杏仁搭配能够减肥排毒，润肺化痰。苦菊和紫甘蓝搭配能够抗衰老，消暑下火。在生活中，苦菊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？凉拌苦菊、苦菊干豆腐卷、煎饼苦菊卷、苦菊拌杏仁、苦菊银耳沙拉等等。